要来编制一个去直角编制的技法做的一个花的一个坠子哈。那这里有用到的素材是十米的扁水晶，还有四米的珍珠，以及十二零这本小珠，那少许的这个十五零的银珠，还有这个双圈哈。那我们首先就是取这个珠宝编织线100公分，然后依序加一颗十二零，一颗扁水晶，十二零扁水晶，总共要加10颗。那都是十二零十米扁水晶，然后十二零十米扁水晶这样的方式啊。都要间隔开来，像这样子，已经加了10颗的珠子，十二零水晶，十二零水晶这样子。那我们要由下往上，就是由第一颗回穿所有的珠子一次。注意哦，线是尾端是没有打结的，所以线不要让它跑掉。那这个第一颗的这个珠子一样要先前进哈，它就会变成一个圆，它会变成一个圆。但是我们要把所有的珠子全部都前进一次，都回穿一次。那这个时候你那个起端的线哈，你不要管它现在留有几公分，但是你一定要手可以握住它。那到这里两条线是碰在一起的，那这个时候就要来注意一下这个起边端的这边，我们不用留很长，我们只要留有10公分就可以，所以我们线就可以把它拉出来。这个时候才来拉，也比较不会就是在编制的过程那个线会全部离开珠子哈。那这里就要把它打一个结，打一个平结。那我们现在左侧的短线在上，绕过压在长线上面，从这个洞拉出来，拉紧，一样短线右侧的短线在上，再拉出来，从这个洞拉出来，打平结。好，那这样就已经紧了哈。那紧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就要再前进第一颗的十二零日本小珠，前进第一颗，再加11颗的日本小珠，11颗。再前进，现在目前线是在这一颗十二零小珠上面。那我们要再前进，隔着这一颗十米的水晶前进下一颗的十二零日本小珠，这样子就会在十米的水晶的外围形成一个花瓣。那就是每次都加11颗小珠，然后前进下隔十米的水晶，前进下一颗十二零，在每一颗十米的水晶外面都加11颗的12零日本小珠。
像这样子已经是最后一颗的十米的水晶的地方，那我们前进这个第一颗的十二零日本小猪之后，这是就已经这样子就已经在五颗的十米水晶的外面都围了一个围了十一颗的日本小猪哈。那我们现在要前进到这个花瓣的这个中间的那一颗，那因为我们加了十一颗，所以我要前进六颗。这是在中间的那一颗珠子，那我们加三颗的十二零，三颗回穿现出来的那一颗珠子，就是开始的那一颗，这颗珠子，然后就会变成一个四边形。那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每一个花瓣的中间的这个凹槽的地方补一颗四米的珍珠，所以我们现在要前进三颗就好，然后再加一颗四米的珍珠，四米的珍珠，然后这里我们要将这颗珠子跨在这个凹槽的中间，所以我们刚才这个这边还留有两颗是没有前进的，所以我们现在这里要从第三颗一样，就是有两颗是没有前进的哈，那就前进第三四五六，一样前进到这个中间的那一颗珠子，这样子就会在这个花瓣跟花瓣的中间加了一颗四米的珍珠。那每一个十一颗日本小珠的地方，我们都是在中间珠的那个位置再做一个那个四边形的一个角，所以都是加三颗的珠子之后，回穿那个开始的那颗珠子之后，每一次都是再前进三颗，才再加这个四米的珍珠，再前进这个从第三颗开始下一个的十一颗珠子的三四五六，前进四颗珠子，那又在这个角再加三颗珠子，回穿开始的那一颗，再前进三颗，加四米的珍珠，再前进下一组的第三四五六，加三颗，回穿第一颗，那结束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线继续前进到这个珍珠的位置，前进珍珠就好，然后再加五颗的，这个线都要注意不要卡到那个角，那个四边形的角哈。那我们加五颗。回穿珍珠，这样就会在珍珠的外围再形成一个半圆，然后继续往前走，
继续前进到下一组下一颗的珍珠，直线前进就可以了。都是直线前进到下一颗珍珠的位置，加五颗日本小珠。再回穿四米的珍珠，好，那这个已经是最后一颗的四米珍珠的外围了哈。那我们要继续前进这个三颗这一组的花瓣的这个四米珍珠上面的三颗十五十二零日本小珠，也就是它的中间珠的位置。然后我们要来加六颗的十五零的银珠。还有一个双圈要一并加进来，加进来之后呢，这个线是这个方向，我们还是一样这个方向绕一圈，这样子就形成一个坠子。好，那这个地方因为是一个坠耳，相当于是一个坠耳的位置，所以我们要再回穿补强一下。那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线一定要再回穿，不可以直接剪掉哈。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角胶不是很明显，可以利用回穿的时候再回穿一次，那基本上也可以，就是直接这个绕把那个线藏进去就可以了哈。不一定要回穿的这个角，只要有前进数次，那这个可以在这里绕圈圈之后再继续往前走，绕圈圈再往前走，这样子有做八字形的回穿的话，它就会紧了。那两条线都要做收线的动作，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完成了这个我们的那个坠子。